你为什么住快餐店？没有家，就睡这儿了。晚上12点以后才能回去睡。有钱呢，你就买个汉堡包，你会做人，人家也会对你好的。要是没钱呢，附近小店的门口有个冰箱，老板会把卖不完的东西留给街坊。客厅准备炒人，我问老板，我只要一半工资，可以留下来吗？ 不过为了女儿，我怎样都会争取。他偷我东西，把东西还给人家，快点啊！ 为什么我救不了他？